超市西有第十八。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为妙，超市西有，咸同一类，无差别相。但因顺于方俗，故有天人之名。本品显彼土，正报依报，悉皆超越世间，甚为稀有，先明正报。所有众生容色为妙，容者形容容貌，色者色相，为妙者精妙之极。超世稀有者，会述曰：非有漏生灭身，故云超世；法性清净身体，故云稀有。又往生论记曰：天人不动众，清净智海生。由上可见，所有众生皆是以清净具之流现，超越世间，故云超世稀有。再者，悉皆莲花化身、真金色身、三十二相，故云超世稀有。色相皆如，故曰咸同一类，无差别相。此即身悉金色愿、三十二相愿与身无差别愿之成就。又彼土众生皆得神通自在，皆悉住于正定之具，得不退转，时皆远超天人。唯以他方多有天人，故随方俗而亦有天人之名。本经礼佛现光品位，彼土为是众宝庄严，圣贤共住，即皆是圣贤，故知实非世间之天人也。至于彼土中所谓为人与天者，一义即义，有念佛坚持五戒人业往生者，并此以次，皆所谓人也。或念佛坚持善天业往生者，是名天也。有地居者人也，或在虚空者天也。佛告阿难：譬如世间贫苦乞人，在堤王边，面貌形状，宁可类乎？堤王若彼转轮圣王，则为彼漏，有彼乞人在堤王边也。转轮圣王威相第一，彼之刀立天王又复仇烈。假令地势彼第六天，虽百千倍不相类也。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，虽万亿倍不相及待。又举喻以显彼土众生容色之超胜，共作五番譬喻较量。一、以乞人比帝王，乞者乞丐，讨饭求生之人，形容枯槁。人间帝王养尊处优，形貌丰润，容颜光泽，以乞人比帝王，则丑陋甚矣。二、以人间帝王比转轮圣王，见前柱又不如远胜。三、以转轮王比帝释。四、以帝释比第六天，即他化自在天，乃欲界六天中顶上之天，又皆丑劣远胜，过于百千倍也。五、但若以第六天王比极乐世界之菩萨与声闻，则不相及待，不可及，过于万亿倍。即显彼国会众光颜容色超世稀有，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化自在天王。又显彼土众生衣报超胜，衣食住三者皆如欲界之顶，第六天之天王。至于威德皆位神通变化，一切天人不可为比，
百千万亿，不可计备。阿难应之，无量寿佛极乐国土，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又显正报之，威德品位，超世稀有，威德者，威神功德也。神智洞达，威力自在，住正定聚，觉正即果，故云威德无比。皆位者，皆地品位，得三不退，为其补处，故云皆位无比。神通变化者，经云彼土生闻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。又一切生者，皆具宿命、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神足、漏尽等殊胜神通。如第十愿云：于一念请，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，周遍寻觅，供养诸佛。是以超过二圣神通，何况天人？故云威德皆位，与神遍山者，一切天人不能为比，乃至百千亿倍，甚至不可计备之相悬殊也。是故末后总赞无量寿佛极乐国土曰：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